大家好，2024年6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由 UA3 法拉盛狮子会以及纽约长友协会主办的社区资源和健康博览会活动，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邦恩游乐场举办。此次活动让社区的各族裔朋友们体验一次充满活力的社区精神庆典。今天的活动有文化表演、丰富的资源、健康服务，参展单位热情地为民众提供义务咨询服务，并且为所有与会者准备的精彩赠品。纽约市消防局在现场示范了心肺复苏术 CPR 的操作过程，数家舞蹈团在开幕式上表演精彩的舞蹈表演。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主办方让参与民众在各个咨询位前收集印章来换取礼品。当然美食也少不了，参展摊位还为大家准备了爆米花、热狗等等免费食物，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收获满满。现场很多民众纷纷表示，今天在活动上观摩消防局演示的心肺复苏术，感觉很有用，希望在社区活动中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有用的知识和信息。今次活动的联合赞助单位有 San Juan City Council、 Fidelis Care、 True Care、 Emblem Health、 Anthem、 H+N Urgent Care、 纽约人寿附加之宝、 New York Presbyterian、 Queens 皇后长老会医院、康华日间护理中心、协和大药房、 PIPA 华美医师协会、 Mayor's Office of Immigrant AffairsNYCHR Human Rights 人权局、 Mayor's Office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PC 华策会、 Fire Department CPR Unit、 New York Tutoring Center、 AAC 民安巡逻队。今日参加表演的团队及个人有亚裔之友总联盟义工舞蹈队、康华歌舞团、宝岛歌后王宝军。上的各位朋友，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社区资源和健康博览会今天6月15号星期六在邦恩游乐场这里隆重举行，这是一次体验充满活力的社区精神庆典。我们将有文化表演、丰富的资源、健康服务以及为所有到会者准备的精彩赠品。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Happy Saturday.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Wellness Fair officially started now. Please experience a vibrantCelebration, vibrant celebration of community spirit or cultural performance, valuable resources, wellness services, and fantastic giveaway for all the attendees. 谢谢所有的赞助商家和客户。等一会儿我们把赞助的商家和客户讲一遍。现在先有请我们的负责人 from UA3 Simon 为我们讲话。 What a beautiful day. Welcome to our second annual Community Resources Wellness Fair. As you can see around, we have close to 20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ity organizations and vendors. And we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to provide to the community. And we hope that you take advantage of all the services and the resources provided here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Enjoy the day. 好，先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想刚刚我说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商家提供不同的社区的资源，社区的他们的健康啊，各方面的咨询、保险、健康，还有我们一些护理公司，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知识，各方面的赞助，各方面的提供，让我们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从中知道很多
知识，很多得到很多资源，所以呢，谢谢大家的踊跃参加。现在有请 Simon， 是狮子会的会长，也是 UA 队的负责人，为我们讲话。我是 Simon Chick， 大家好，今天是十二点。这个乐山啊，狮子会啊，还有这个长老协会，第二年举办这个社区健康家庭日，所以很多这些所有的商家过来赞助我们 ，OK，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Association 纽约长友协会，这位帅哥为我们讲几句。好，我的名字叫 Jimmy， 今天很高兴呢能够代表纽约长友协会站在这里。我们纽约长友协会是一个非牟利性机构，我们成立于2018年，我们创造的初始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老人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疑难杂症，帮他们申请长期护理计划，帮他们申请白卡，申请红蓝卡，申请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我们还有许多优秀的社工可以到各位老人家里家中，帮助他们申请老人中心，帮助他们申请护理等等。我记得在2020年的十月份，有一位长者他的红蓝卡断掉了，他四处的去寻找各个机构的帮助，但是都没有办法，直到碰到了我们，我们帮助他联系上了国会议员孟昭文办公室，一起联合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第二天他的红蓝卡就恢复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纽约长友协会会一直的站在这里，帮助各位老人家，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疑难杂症。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这里有一个开心的一天。谢谢，谢谢 Simon。现在有请 UA3 的代表为我们讲话。谢谢。My name is Kim Wiley. I'm the co-founder of UA3. So I just want to, on behalf of the executive members and the board,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is auspicious event. It's a beautiful day for this event, and we thank all the organizations who are here to promote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And we want everybody to visit the booth to get information so that you will know all the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And we also want to thank you all the organizer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performers who will be entertaining us today. So thank you.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and good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City Mayor's Office of the Immigrants Affair to have a speech for us.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市宅移民事务办公室的李丽啊。今天天气非常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 USG 的健康日。那我们市宅移民办公室呢，主要宣传市民卡啦、医疗保健啦，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不管你的身份是怎么样，只要你住在纽约市，你就可以享受纽约市的市民卡、医疗服务、免费学习英文的这些服务。那你等一下可以有空到我的这个桌子上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纽约市的一些免费福利。接下来要介绍我的同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或有些人叫我们纽约市人权局，我是冯小姐。今天非常高兴站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服务。我们纽约市人权委员会呢，是执行纽约市的人权法，就是禁止大家受到在职场上面、住房上面、公共场所上面，还有种族歧视这些歧视的行为。那我们有免费的民权律师，会帮助大家。如果大家可能因为家里有小孩在住房的时候受到歧视，或是因为年龄租房子，或在职场上面因为这些种族各方面受到歧视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投诉。那我们也举办非常多种类的讲座，来帮助到大家了解你的权利。那希望大家善用我们今天的资源，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我们的赞助商，谢谢各个主办单位啊、来支持我们。还有呢，以下有请啊、True Care 真爱护理公司的负责人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资讯内容。哎，大家好啊，我是真爱护理公司的袁先生。我们 True Care 是负责申请护理的，还有为安排护理服务的。我们跟很多的那些 MLTC 也有合作。我们的从呢申请护理的年龄从几个月到100岁、100多岁的都有。我们不管你有什么病情，总之你有白卡，如果有病，我们就可以帮申请护理。还有就是我们受到这个大会的邀请，祝大家祝身体快乐。May have ML Health 啊，这位健康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美女为我们讲一下她的服务内容。我的名字叫 Pan， 我是安保健康保险的一位保险经纪人。那安保保险呢，是全美国最受欢迎的医疗保险公司之一。那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在纽约的居民申请免费医疗保险。那尤其今年我们的基本计划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的桌子就在那边，安保健康保险。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想要更新你的医疗保险，欢迎来到我们的桌子。我们的桌子上面还有非常多的小礼品，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会非常有耐心的帮助大家。谢谢。谢谢。现有请亚美医师学协会的负责人 Andrew 为我们讲话。大家好，我叫 Andrew， 我来自亚美医师协会开跑。在我们亚美医师协会呢，有1200位医生，有覆盖70多个专科。在纽约地区呢，有1800多家诊所。所以呢，这次我们亚美医师呢，又推出了官方的微信版，里面有我们的医生的一些讲座、医疗资讯讲座，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脏科啊。什么都有，什么科都有。那通过呢扫码微信呢，可以获取到更新的医疗资讯。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亚美医师协会，也祝父亲节快乐，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再有请 Anthem from 有请 Jonathan from Anthem Healthcare 为我们讲话。Good afternoon, everyone.Happy Father's Day. I'm Jonathan from Anthem Blue Cross Blue Shield. We're over there located at 3 booths. I want to thank UA3 for inviting us to this lovely event to help awareness and also bring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back to the community. Thank you everyone and thank you UA3 for the invite. Thank you. 现在有请纽约市预算的负责人为我们介绍。好，谢谢大家。我是劳拉张，是爱普协会的Access Future Inc。我们今天呢到这里是为了推广一个叫做 People's Money， 就是老百姓的钱，你也可以理解成人民大众的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趣的项目，是从每一年的10月份就开始，一共有4个阶段，我们叫做 four phases。第一部分呢，你就是提出自己的建议，比方说您觉得您这个社区的对于弱势群体或者残疾孩子的保护不够，那你就可以提出这个建议。第二部分呢，就是到了区里面，纽约一共有5个区，每个区都会选出25个成员，对你提出的建议进行归纳投票。最后呢，有10个项目会在这个选票上出现。那么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呢，就是让大家对这个10个项目投出自己宝贵的一个票据，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调研。只要您超过11岁，都可以到我们这个 Access Future 的这个 booth 这里来进行投票。投票完了，我们有小礼品赠送。那么投完票以后，这5个项目就会由市长每一个项目拨17万的款项到您的社区。如果您需要老年或者说是精神方面或者绿色能源以及其他的青少年培养等等，那么投完票以后，这个项目就会到
这个拨款就会到这个项目上来，所以这就是这个投票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希望大家能过来投票，欢迎欢迎。谢谢，是有请 Edmund from Fidelis Care 健康保险为我们介绍。大家好，父亲节快乐哈。我们是贝达律师，我们是帮助社区申请这些医疗保险的福利的，就像白卡啊，和这边的 Medicare 都有。然后我们的摊位是在这边，在我的左手边。如果有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咨询我们的公司的东西或者医疗保险的问题，请到我们这边。我们法拉盛也有一个办公室，然后在这个罗斯福大道135116，在那个罗斯福大道的啊，有什么可以过来咨询我们，谢谢。谢谢 Edmund. Now let me introduce our good friend from the fire department, Steve and JP. 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nd they were demonstrating how can we help people when they are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It was very, very useful. We learned a lot. This year, we are so happy to have them here again to demonstrate the emergency service help to save people's life. Let's welcome Steve.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We're going to do a little demonstration of CPR and how to effectively revive somebody when they're in cardiac arrest. 他们现在呢就是示范给我们看怎样做 CPR， 就是一个紧急的救护。So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is establish that a person needs our assistance. So we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tually in distress by tapping on their shoulders and asking if they're okay. 当一个人晕倒了，不省人事了，躺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要先拍拍他的肩膀，就是看看他可不可以醒过来。嘿嘿，这样子拍他的肩膀。And when we don't see any signs of life, eye movement, or speaking, then we call for assistance. We dial 911.动也不动，没有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打911，要求那个紧急的救援。We start CPR by placing the heel of our hand in the center of the chest, and we start compressing at a rate of 100 to 125. 我们就开始做 CPR， 用手的掌心对着他的心口。And we keep doing this until help arrives or until we feel sick and we cannot continue any longer. 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他就是我们不可以做了。That's just a short demonstration. If you'd like to learn more, please come to our tent and we will show you the full steps on how to do CPR.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具体怎样做的话，他们有一个摊位，在摊位上面我们可以详细的问。其实这个 CPR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用，非常的有用，因为我们可以在紧急关头能够救上一个生命，就能够救得到一个生命。我们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那个被救的人的福气，所以我们都应该学。Thank you for attending. Appreciate you and have a great day. Happy Father's Day. 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 Steve 他们 from Fire Department come to help us. 谢谢他们从 Fire Department 过来帮我们介绍这么有意义的救援那个行动。Now let me introduce Lily from New York, from New York Presbyterian. 过来啊，过来讲几句 ，Lily。大家好，我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的对外联络代表，我叫 Lily。今天也很荣幸，Grace邀请了我们过来这边，有机会跟大家提供一些服务的讯息。我们摊位在这边，我们有一些小礼品，还有不同的专科服务，希望大家都过来我们摊位，谢谢。谢谢纽约皇后医院的 Lily。
urgent care， 还有其他的摊位。哇 ，urgent care 好像还提供我们有些吃的东西。Thank you, thank you. Hey, I just want t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You know, thank you, UA3, and, you know, like all of you guys for being here today. And it's actually very, very pleasant, especially, you know, 这个美女。谢谢啊。Enjoy, everybody. Thank you. 还有一个商家是 New York Life, 纽约人寿保险，有请。哎，大家好，这里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全美最大第一付费保险公司。我们在纽约有最大的办公室在 Madison Avenue 那边，是金字塔型的最高楼那边。那我们华人地区华人的市场有在这里，Brooklyn 也有，华盛也有，长岛也有我们的分公司。我们已经拥有了将近180年的历史。那现在呢，我们专门为大家提供小孩子教育基金、成人的保险计划、小孩子的保险计划，包括还有长期护理，还有退休计划。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的这里桌子在这边，纽约人寿传家之宝，欢迎大家过来咨询，谢谢。Now I have the honor to introduce Eva Wang from the Mayor's Offic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她是市长办公室那边的关于社区的心理咨询辅导的，为我们讲几句介绍他们的服务。Yes, hello everybody. I'm Eva Wang, and I'm appointed by the mayor to lead up the mayor's office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大家好，我是黄一华，是市长。选了我去带领那个他社区那个心理健康的办公室。很高兴今天那么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看见大家出来去看看社区里面有不同的资源。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在几年呢，我们的社区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挑战，然后我们心理生理上面值得都受到影响，所以来到社区里面呢，我们可以自带有多一点的积蓄去怎么去支持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心理的健康，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跟社区联系的时候都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可以见到那么多社区里面的朋友，大家大大小小出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心理的健康方面呢，就是我们社区很多时候呢都觉得这个是不好意思长出来的，很担心别人去看到我们，只是标签我们。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华人是很注重我们自己的健康，很注重关心我们的家人，所以在心理健康的题目下面呢，其实我们要争取去理解学习我也在很多年在社区里面工作，也看到好像老人家或是年轻人对这个题目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兴趣，也去学习怎么去有不同的方法去比如说面对压力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家庭大家去沟通啊，大家可以去多一点的方法去，不要走到跑到就可能等到我们自己的健康出现问题，或者在心理方面出现了太大的问题才去寻找的帮助。所以鼓励大家要勇敢的面对，还要多一点关爱身边的人，还要关爱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做妈妈的，可能是做爸爸的，可能是公公奶奶，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力都放在可能小孩子，可能我们家人上面，没有好好的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大家去的加油。所以感谢大家今天有给我这个时间，谢谢。谢谢伊娃，讲得真好，我们要多多关爱自己的家人，也要关爱自己，所以在心理精神上有什么咨询的话，可以就是其实市长办公室是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谢谢你。还有呢，两样很重要的资源呢，我想我们社区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平常会打什么电话呢？就是911是吧？但是在心理方面呢，现在有一电话号码就是988。988呢，这个是整天的，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去，或者是 text 你在发短信过去，或者网上都可以做 chat， 可以联系到有一个crisis counselor， 就是辅导员，在你联系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你有什么需要。有些时候不需要紧急的事情，可能晚上3点钟你起来压力很大，你想找人跟你谈谈，可以倾听你的需要的时候你懂得讲英文当然好，但是不需要。如果你是讲其他，比如说普通话啊，或者是学语言的时候，你也可以跟那个 crisis counselor 说你要需要翻译，他也可以找来。我自己也试过去打电话过去看看这个经验是怎么样，是很有用的。或者是你家里面有可能年轻人啊，或者是其他人，你觉得担心他的心理方面，你想找的多一点的资源，你可以打988过去问他，你说我想转介找不同的资源，你给他你的 zip code， 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要什么语言，他就可以立即帮你寻找，然后安排你最好转介到最好的服务给你。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是不同，所以我想给大家知道个988这个电话很重要。还有年轻人呢，我知道进一个疫情之后，很多时候年轻人可能不太喜欢出来社交，可能是他们躲在房间里面啊怎么样，这个也很普遍的情况。现在纽约是市长呢，他安排到现在有一个服务，就是叫 Teen Space， Teen 就是年轻人的 Space 的地方，就是 TEENSPACE Teen Space。你在上网去找的时候 ，NYC Teen Space 都可以透过一个 App， 透过那个免费的年轻人可以集结自己去参加跟他可以透过那个 text 短信给你配合到一个你觉得 comfortable 你喜欢的辅导员。他可能整天有什么时候，特别是我们来到移民过来很久，有时候我家长会告诉我自己也是不幸的辅导员，说我跟我自己儿子啊女儿啊有些时候可能沟通他们不会告诉我的信息是什么，他可能不开心，我觉得他有心里面有事情他不跟我讲。你也可以鼓励他去参加这个 Teen Space， 他完全不需要有什么他的 diagnosis 啊诊断都是什么，主要都是给他在电话上面，因为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 teenager 都喜欢用电话，他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 chat 去跟一个辅导员在不同的时候跟他去谈谈聊聊天学习多一点怎么处理自己心理 的情况。还有呢，他也帮你配好的那个配到对到这个辅导员，他也可以每一个月也跟你在网上里面可以跟你联系谈谈你需要的事情，这样。所以 Teen Space 呢是13岁到17岁完全免费，也不需要说你看过医生有什么诊断，到你有时候你的问题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多多跟专业的人讲，多多跟家人讲，要多多跟朋友讲。当然他讲的可能不需要专业的，但是我们最重要都是给大家知道这个关心，还有知道其实有希望也有资源是可以帮到你的。好的 ，OK。好，谢谢 Eva。你看看我们来到健康日就是能够学到东西，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市政府已经有紧急电话为我们的精神上面的咨询还有帮助，那个紧急的电话是 24 hours 24小时的，是988，大家听到了吗？我今天也学到了，所以呢都是对我们很有用的这些资源，谢谢伊娃为我们带来这些这么有用的社区服务，谢谢。还有商家要上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摊位服务吗？如果没有商家再上来介绍你们的摊位服务的话，那我们的文艺演出马上开始。心中心中你的姑娘，心在一片的家乡。
琴女士为我们演唱。下一个节目是那个康华的《美女们》，请准备哈。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Happy Father's Day. I will sing the Taiwan song for everybody. I'm Sandra Wong. Music, please.献上爱心。现在有请康华舞蹈团的美女们为我们表演歌舞，有请。
看花歌舞团的美女姐姐们跳舞之前，我们先请老师介绍一下。哎，老师你要讲几句吗？辛苦了，老师讲几句。大家好，谢谢啊、我是康华日间活动中心的音乐老师简老师，今天带领我们班上的叔叔阿姨们来此演出，非常感谢大家的欣赏，谢谢。康华舞蹈团的漂亮姐姐们为我们表演一个舞蹈，太好听的名字了，这舞蹈叫花好月圆。90岁都有了，都在为我们载歌载舞，再一次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为社区的服务做出的贡献，谢谢。一个补习学校 From New York Tutoring Center Frank 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服务范围。 Let me have Frank to introduce their booth. We are located
on Sanford Avenue, 14425 Sanford Avenue. And I'm here because I want to let everyone know about the offerings that we have for the community. Right now, we are offering free diagnostic and assessment tests for students, kindergarten through 12th grade. So the diagnostic tests have to do with assessments for math, ELA, phonics, vocabulary. So if you're interested, please come to our center at 14425 Sanford Avenue. We're offering free diagnostics. We offer SAT, PSAT, ACT, exam prep help. We also have a volunteer program. We're really invested in the community, and our space is really large. It's 15,000 square feet. So we're her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d love to have you come by for an assessment. This assessment is free. It'll let you know what level your child is in, whether it's math, ELA, phonics, reading, and we're just very proud to b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那我再把今天我们到场的商家再介绍一遍。今天呢，我们到场的商家呢，有下面。今天是有那个 Sandra Ong ICT Council， 还有呢，就是赞助我们的活动，还有 Fidelis Care， 这是健康保险，还有 True Care、Ample Health， 还有 Anthem， 还有纽约人寿传家之宝。纽约皇后医院 New York Presbyterian Queens， 还有那个康华护理日间护理中心，康华 Adult Daycare Center， 还有一个协和大药房，还有 Mayor's Office of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 Affairs， 还有 Human Rights Advancing。这些都是我们的赞助单位，谢谢你们的赞助，谢谢你们的参与社区的健康日活动。这个健康日活动我们在这里已经两年了，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社区需要这些商家这些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他们的服务上项目，还有呢就是让大家街坊们去咨询他们想知道的健康知识，还有各方面的支援，社区支援。你看现在那边还有排队啊，这个摊位还给我们提供 popcorn， 还有给我们提供那个 hot dog， 真的是太开心了。你们到各个摊位啊，咨询过之后会帮你们拍，就是盖一个章，然后拿着这些印章呢，你们是可以去换自己喜欢的我们送出的赠品的。You gotta have signing sheet before you give this. Can you get something? Pick up. Be careful, all right? 大哥，不要走开了，这不管住我们的学生。你们衣服穿好了没有？衣服没穿好，没办法，那就算了。他们来队，啊，队员你们没穿衣服怎么行呢？对吧？骑那个桶地啊，然后啊，你跟说一句，好，谢谢。Correct, if you want to go over there, she'll show you.
Are they breathing? Help first. Help first. Blue Cross, Blue Shield, and Angel Help first. Help first. 我们可以要一个电话。不要，谢谢。给我一点。盖章是吧？好，盖章。好，我帮你。你给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那个福利很好啊。我给你拿，谢谢。你们给我完，谢。拿盔甲是的。你好，你好。哎，听一下，我们有谢谢的小宝宝，这个是爸爸还是？爸爸吗？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女儿人寿的，然后呢，对对对，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呢？不是，因为我们是可以给宝宝们做教育基金的，就是如果小宝宝以后要上大学，我们可以给小宝宝做教育基金，而且呢，我们有帮比如说家里人做人寿保险的这样计划，然后年龄大一点呢，我们可以做长期福利计划，还有退休计划，都是可以包括我们的小宝宝。嗯，退休好，对，这样子好不好？就在这里，班主任这边，对。Thank you.
ID 啊，挂那个。哦，谢谢谢谢。你好，okay. No problem. Have fun. Thank you.这是我的早餐。这个我们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这边，这个就可以了。来，真的冷，那什么，叫做平平真的买。你买个那个，一个。OK， 好的。这饭你啥？哦，没问题，没问题。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呀，这个海关啊！哎呀，全都过关了，全过关了。哎哎哎！这是什么？这个巨球，这个沙滩球。啊，谢谢，给我们一份的吧，好吧？啊，对。没问题。但但这沙滩就不要打了一风一刮就没了。Thank you, thank you. 啊 ，OK， 拜拜。沙滩球啊！啊，哎，对对。沙滩啊，你漂亮吗？去去去！我们两个旁边的，给装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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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别别跑跑跑那边。不对，他这不能盖俩呀，这边盖一次，这边盖一次。他是不是每个摊位都是脏脏的？啊，这里还在，哦，这里已经盖了。谢谢啊，给我们这个，啊，谢谢 ，OK。已经盖了，谢谢。你要报纸吗？不见得。买会老的，这个包一下，一卷一卷。这个也等于老兵啊。这个老真爱护理公司，谢谢。这边还有没有盖章？那个盖那个章啊？不知道，不知道，你问他们，我也不知道。是这个他们举办的。嗨 ，Free cookies, you want cookies? Sure. Thank you. No problem.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Free cookies. Sure, take it. This one, this one. It's free cookies. 对，对。对，对，one box. 对 ，one box. 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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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box. Just one box. Thank you.Yeah, chocolate. Which one? Chocolate. Ah, take it, take it. 谢谢大家。Chocolate. Hello.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Yeah.
想玩，再玩主外高交通。你要不要去抽奖？抽奖排队。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OK， 好，拜拜。改了吗？没，这个还没改，先那个可以。好的。给一个水壶，站这个水壶是这两个，哦，要这两个是。大家好，我们是亚美医师协会。在我们协会里面，我们有1200多位医生，覆盖70多个专科，有1800多家诊所在纽约5个区域。那是纽约最佳的医疗团体。我们呢最近呢推出了一个微信的官方版的微信，这样大家可以通过扫码呢来关注微信号。那这样的话呢，里面有我们最新的医疗资讯以及医生的一些讲座啊，一些信息啊。又可以查询我们的1200位医生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哦，谢谢大家的关注，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好的。啊，你好，我们是协和大药房的，是在植物园对面新开的药房，为社区服务。新加入我们药房转药到我们这里，有一个精美的手推车、手拉车，对，还有各种优惠。对，欢迎来，随时过来打卡咨询，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我们是CEC， 就是老百姓的钱，这是一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在全纽约整年度开展，它一共有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交您的意见，第二阶段是每个区派出代表去审查。一共提炼出了10个项目，今年的10个项目呢，包含了青少年的、老年人的，还有环境，以及 financial literacy， 就是财务的计划或者高中生的培训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到是第3个 phase 3， 今天是一个 extension， 本来6月12号就结束了。您是可以选出自己最喜欢的5个项目，或者4个项目，或者3个项目。只需要写上邮编，介绍一下您个人的基本的信息，不用名字，不用电话号码，我们不收集任何个人的信息。然后这张像选举一样的选票会送到我们的 CEC， 就是老百姓的钱的这个总部，他们会投票进行计票，最后选出5项他们觉得是
整个社区，整个皇后区，或者说是 Brooklyn 啊，或者是曼哈顿，或者 Bronx， 或者是 Staten Island 的这个最喜欢的项目。那么这五个项目又会到社区的组织 CBO 进行implement， 这进行实际的操作。那么每一个项目都会有17万的钱是从市政府市长的办公室拨出来的，所以如果您需要您的社区需要更多的，比方说精神方面的帮助啊，课后班的帮助啊，或者说是更多的职业培训等等，那么您就要投上您非常宝贵的一票啊。同时这是只是一个设备，和我们的那个政治的选举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要任何超过11岁的人都是欢迎到我们的这个桌子或者到网站上进行投票。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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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真的，这个之前啊，对，保险公司拿设置，好，物理公司，谢谢你啊，三三部的，那没时间，那个三米说。等一下，我有。